听好不好？你觉得什么样的恐怖片最可怕？我不看恐怖片，我不看鬼片。所以你会怕鬼片？嗯，多怕。鬼片会出来吓人。所以你会怕他吓人，还是怕那个鬼？怕他出来吓人。木乃伊会怕，僵尸会怕，恶灵古堡。小时候恶灵古堡我没看过，我小时候很怕咒怨。那个德州电锯。我没有看过，我不喜欢看恐怖片，所以我不会去看。你就是会怕、啊。我咒怨让我不舒服，搞笑。所以你看床上有没有人？瓜吉就说。可以看我。以后的小朋友应该没有办法看贞子，为什么？因为贞子是在录音机里面，录影带机里面。哦。而且它是爬出你的电视机。可是以后还是会有电视机啊，只是不需要录影带。你可能看 Netflix 的时候，就点某一部片，然后里面的人就会爬出来，这才可怕吧？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到，不需要录影带。紧张吧。Netflix 里面有一部片，你看的时候就有人爬出来。你来拍，你来导。不让演员好不好？不好。你好，你有没有好？好。你要不要玩水水？整个头吗？进来。阿斌，你要玩水吗？有啦，它是软木塞，当兵不会用软木塞。你在开瀑布哦？是你在开瀑布哦？那个，哦，这里还慢慢复原。它的那个水池是台湾造型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哦。我已经迷路了。啊？难道这就是千里修？有一只蜻蜓呢。I think you see a dragonfly. Oh, that's a dragonfly. 蛮大的。Yeah. 不知道是不是谁。妈咪嘞。
Kinder Biller, hi.